法律专业的是吧？嗯，应该是一个挺冷静的姑娘啊。听来听去，周群老师那个意见，我倒觉得真的特好。律考真的挺难的，不通过这个考试，你都没有办法拿证上岗，对吧？对。所以那个其实是关乎到未来的这个前途的，对不对？你在创业，对吧？对。哎，好好创业。 其实现在可以把感情的事儿真的放一放，因为人生当中还有更重要的事儿嘛。如果你们都把这一段忙完了，回过头去再看，想清楚了，再开始，可能也会更好。不要那么着急。我想今天我们所有老师给到的最核心的一个建议就是，不着急，慢慢来吧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 是这样的话，这段感情该情归何处呢？来看看这对自己的选择是怎样，请开门。讲明白了哈，翻篇了哈。 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。来，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。